它占了整个富士林覆盖率呢，占了90%以上。其中呢，以松树为主，因为据说这个松树可以在生长过程中发出一种叫做芬多精的香气，对空气中的细菌呢具有净化作用。这在蒙山的空气特别的好，在我们当地啊，这个长寿老人特别多，就是因为空气比较清新的缘故。 你说的树里面有什么东西吗？树里面有个东西，你说的树芬多精的香气，松树。那个，对，可以杀死空气当中的细菌。 可能是第一次来这个蒙山了，或是他不，他不相信。首先呢，把这个蒙山，首先呢，把蒙山的大比盖括呢，给各位说一下哈。我们这个蒙山，它在古代的时候叫做东蒙东山 ，old time，it called 东方东山，东西，西部。 这面积特别的大哈，面积达到了1156米，这是我们山东省的第二高峰，尼蒙山区的最高峰。我想跟他讲，前边呢是我们蒙山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叫做九龙。Oh, it's a dam. Wow. Oh, you can take a raft. Water. Is it a raft? Is it a raft? 这边呢是我们蒙山的一个漂流工程。 这个水道呢，就是我们高流单程所修建的水道。这水道的全程是有3000多米，要打造咱江北最长的森林漂流，一直延伸到我们下面的圣境房，就是检票口的地方。啊，我知道，我那个那个进去的，一直延伸到下边。嗯，好多非常长的。好，没问题，马老师。我知道，那本书。The skill of our driver is very good. 现在呢，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车行公路了，就是坐车上山的路。没事，这条路的全长是11公里，11km，对，11km，it's very long，对。它呢是一个双向的车行道。 也可以坐车上去，可以坐车下来。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扶好扶手。刚才以前攀登蒙山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有99条路可供选择。对 ，in our old time，Google Maps，一共有就是。 99条路可供选择。现在的道呢，留下了3条路，但是不会。在我们的周围的村庄。 这个百岁以上的老人特别多，就是，对。Nearby the old people.
The people who are over 90 years old, like 2,000, more than 2,000 people in the mountain. So, the people who are over 90 years old, like 2,000, more than 2,000 people in the mountain. So, the people who are over 90 years old, like 2,000, more than 没事，有意思，你看就是有意思。我们这山呢，因为随着海拔的升高，北升高100米，气温降低0.6度，所以到了山上的时候，山上的气温一般比山下低6到7度。 方便于人上山下山的时候可以 drink tea。